儿，呀，哎，你今天没得吃辣呀，不满定。你看我今天辣呀？你要辣了我五多才那个。我来看你，我有天，你咋看见那就忘记来了？叫你洗完了，我都留下。想你了，你这本还有钱？对，这本还有钱老多。没了也洗去，反正那个油了就久。哪里不油？这种俺油都香。俺是哇，本来这个在那个油香，你越勤快了，自个的话也去我在那个油。而且好油的一本呢，我在那个根子本呢。这个医生在那个又嫩的又香放一些去。这老张还几瓶个？啊，没人你不说吗？还有的，这其他干的都热这种的，这些便宜。啊，疯子。那是跟俺家就是有一箱牛齐全的，是吧？有，哪样箱牛都有。嗯，为了这个拨给钱不得少。哦，我宽面的哈。哦，不是说钱都最穷。哎，对，我们一起家好，两一起好，对不对呀？哎，这又要来两个人不完。没来呢。你去干啥？发给你爸了。我染金了，染金了，染金我也都有哦。嗯，你才自由。这还有我在上次中间还没有到，我今天来找。哦，你香薰很香。我花的。哎，花椒要你把起来，你不得直接口感不好，那可以放咋了个？哦，是要光涨起了，你看，哼，那是了，得多点光装不到啊。咋了个？你发红了，我把油的喽，放到黑椒喽。慢点好了，慢点好了。好了，这样他就没打了噻。小拥抱。哪有这东西？你帮你举起那里。好好吃，少点芝麻。这个，因为这个还要包着后香，这香囊过老了。嘿，看不懂了的，得发黄了，你看。哎呀，喂，恁做敲面条去啊？要到，你是你在恁去的才行啊。嗯。每天去跑了去人了跑你我都累哦还就有的了我出筷子了哈哦你起来还要我给你多整点哈起来还要跑了你瞧那早晨用纸挺爱用嗯这个呢你只要起家用的用脑袋这个气的时候哈脑就是脑出汗去了很爱呀嗯爱呀哈嗯有大花儿这个有辣有糖俺也疼。他不认识怎么来着他过去会喂吃了就喂。也吃也吃饭。我的英国你那个菜也好吃的。还是啊还学教过了他是挺啊。他是应该了哈。嗯。他过去弄的了加油吧。
发名字喽，用我的管你去指给你名字看看。哎呀，算是好公公的指给名字看看。这指甲多点，哎呀，这不累的。你说点啥？这些这些小了，这个又快了。当然学好了，要去洗了吧？啊，那个不要我送你了，累死不能去洗。是吧？真客气。有了，空气。没有，没叫拿这个糯米上来炒，你看。我们弄点水来，那吃的。这个桌子像冻着的那个。这儿我请你走哈。哎呀，你把鸭下来哦。嗯，你去走了好几天。是你收不上去吧？他走都不回哦。那鱼都没吃过的。你啊，嗯，俺家鱼都没吃，吃过是吧？吃一次他们真的我吃过。这儿子饭吃了，搁里头菜。哦，有的，都有。上哪的？这你那个农民工挺可爱的，我觉得。是啊，你最想嫁的不是？要，那你请客。啊，香啊！这是等你。嗯，好了，要去了，要去了。那都不，你发现了，总得好吧？好像皮下的硬。我们真的是，真的等你，好在你，那你请客，很快。我给你试一下。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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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这个糯米才可以来呀！哎呀，你叫我吃。嗯，好吃。我叫我吃，我吃米粉。我尝尝这米。这个不要加酱。这里哈，这黄瓜才有。这老头子我有啥货？你真的敢拿刀骗我？哈。我们娘子们这才有钱噶，你忘了？是啊，我们才起家了，这个是。将来你名字叫管，你活开了，你房子没打了。别活了，你看你点名的事。我你只叫这些玩意。大平米是我起来了，要想多你点，大平米你建个房子哦。喊你再帮你起完。人家老太啷个黄花啊？万一你给到哪家你也行了哇？你看嘛，嘿，再像是干的儿给你看。
医院是活了，那不是治疗后去热医院了？啊，他们拿去洗了，拿去治啊，我把那药煮一冬子吧。他我一换，我们拿去治啊。哦，拿去吃汤。这长期都在屋里面发凉，就到门那劲儿。还是了，这发脏了就很脏哦。啊，这个干净好干。是吧？哎，今天我得煮哪样？我得煮粽子啊。我来忘噻，知道了。咦，哎，那煮好了。先泡哈。这我吃这路吃熟了吧，就跑了。没油的了吧，媳妇叫干。嗯。我看盘菜泡好我们了。喂，这汁也喷了。我看有没老子里面泡来的熬一盆个。是的了，干家伙这一天不太硬。那老板来炒，老板来凉拌。这个拌呢，就是这种小吃噻，它得热味的。臭了都不怕，臭就倒在家点哈。嗯，倒在家点还有你那上手的。哦，够了，差不多了哈。给你放黑椒，给你姜，给你蒜儿，这儿，行，行，姜也，行行。这些应该有的了啊，哎，炒肉了。你再煮个汤就行了。你喝大汤，哎，喝大桶汤了。你吃。你吃吧，我吃的好好的，你喝嘛。这给你吃就，其他吃的。没，我今天准备做饭，你吃饱没？粽子包我都吃得饱，他吃了饱就好，给你甜没？嗯，这个是煮了吃的，哎呀，我这边是炒的的。嗯，老干。嗯，炒的又是另外一种味道的。像那个粽子包也那样的，就是脆那样。这个炒的是一种味道，这拌的也是一种味道。像菜场的人是一样的，男也是人的，女人也是人。他农村的人也是人啊，他成就了人也不是人。这是一个人哈，他不是哈，男人女人都是人，不过说分个名声不同。是哦。